这次的香型我们前调用的是苦橙叶、月桂，中调我们用的是白玉兰、保加利亚玫瑰、非洲茉莉，后调我们用的是麝香、檀香。我们还另外加了一种秘密武器，它是一种费洛蒙跟催产素特调，完成了，可以让人感觉到充满恋爱的滋味。现在大家面前都有样本瓶，可以先感受一下。喜欢吗？嗯，喜欢啊。这是我今天的心情，我给它取的名字叫 Les Souvenirs。 为什么叫回忆？等哪一天我们回想起现在，那现在不就是回忆了吗？林姐，林姐，我放多米。林姐，林姐，林姐。派车到国际艺术村，有人报警，是林杰的命案。什么？林杰？喂，艾米，我们准备到国际艺术村。马上上。TVBS 42台本周六晚间10点，最爱